在菩萨，心身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舍利子。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受想行识亦复如我识，舍利子。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以我无明尽，乃至无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亦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，以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空故，愿力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，以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般若波罗蜜多，十大神咒，十大明咒，十无上咒，十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，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。即说咒语，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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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